王飞鸿，想要带走十三姨可以，除非你能赢得这场比赛。是你好，我等了你那么久，也不来安慰我，是不是所有人都比我重要？这次我去上海，就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收拾东西去上海。黄飞鸿，我来上海的时候是 Peter 收留了我，我被绑架的时候也是 Peter 救了我，而你却带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来捣乱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事情非常红酒一样美妙。我让你放手，你还指望黄飞鸿来救你吗？既然他想当英雄，那我就给他这个机会。